因为我不认识这个，他都一直跟我鼓励说，你为你心上重要，上人也是这样说，说你听无，你捌你上重要。来做咱欢喜做的工作，来走咱所要走的道场，安尼咱就足欢喜足满足的，叫做享福啦。万般是带不去，唯是福啊随心。有愿就有力，心愿若有吼，就有力，福我尽量甲伊加持。